假装很深啊。超迷你的，对啊。你也拉太用力了吧？你觉得这个很保险吗？保险要在基础上叠的，你可以上来才叠啊。从那边高到啊？那也可以。这个其实也可以直上，只是我觉得太恐怖了，不知道下一个瀑布长怎样。我们游戏那边看看。会不会后悔啊？不会，游过去就游回来。我不知道会。好吧，我游过去看看好了。名字吗？